这个不是整个城市当掉就还好，那只是跳关闭灯那个跳出去而已。跳到登录画面了。对，还好不用十分钟，两分钟就好了。反正那个十分钟加上换材质包五分钟，开一次15分钟。好，100%了，再来就是吃水果。No no 月 no no 鸡，怎么啦？你太 no no 了，你全家都 no no 了。我怎么会说到这个来的？那个吗？不知道。对，我先把它传点死掉的记录点删掉。这个再试一次看会不会当掉？不会啊，那刚怎么当掉的？弹出世界外。木头元素太多了。研究农业，算是吧，这个算是特殊作物，魔法植物，对，这都好像叫做魔法植物的样子。应该够了吧？安安。这里。88%，这样子吗？啊哈！我怕摔下去哦，太够哎！这样，一组的可以换一个蓝色的，就是说。如果我要换，别，那我还要再两组哦，再两组，怕，你们那边还有没有下集精华？我还缺两组，两组，没那么多了。没有的话，我就只好继续浇水了。你先浇一下吧，因为那个也是我生怪砖打到现在以来的数量。哦，好吧，那我用浇水的应该比较快一点。下集精华。对，一个很像绿色火药粉的。绿色火药粉。酸亚布也是四个。14个哦。那个感觉就是要打原生物以外的才有啊。特殊怪物。下集精华不是那个下集啦。哦，你们真的是哦。下集精华，然后放一个那个图片。下集待续。要做蛋糕了，100100啊。Potato， 某个综艺节目的开头。Potato。哦。啊，朱砂矿石。那这没有什么用哎。对我现在帮助不大。你现在用不到。哇，加3%。对。每天有直播吗？几乎每天。对啊。几乎。对，有时候累的时候会想休息一下，那就没有开。欢迎追随啊！欢迎追随啊！小心！吓死喽！笑腾腾哦！赶快吃肉干！赶快吃冰冰的肉干！对，让你凉凉。他进那边也是几乎每天哦，那边记得追一下。我脚软，你自己软掉。啊！瞬间软掉，瞬间软掉吗？好哦。我说脚，对脚。我没说什么啊，你为什么要解释？我谁知道你想要讲什么东西？我没有讲什么啊，我只是说好哦。你约的快快的哦，没有啦，怪怪我有在看耐久啦。
不用怕，不用紧张。就算真的爆了，也可以修，因为降魂的装备不会坏，它会变成一个鬼魂缠着你不放而已。嗯，走不走？又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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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软了，软了，又软了，又软了，哈几软了，哈几软了，什么东西？这群人都怪怪的，你们才怪怪的，怪怪的，你们才怪怪的，怪怪的。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，他有两个都怪怪的，他有两个头。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，他有两个头。警察叔叔，他应该会傻眼。为什么你有我没有？最近压力很大吗？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差不多啊，还好啊。对啊，就都这样嘛。对啊，我们私下玩都这样啊。对啊，我们私下玩更疯哦，注意。私下玩讲的话更母汤哦。对啊，这个已经有收敛了哦。我们节制很多了。啦，应该我不会这样子啦，都是他们带坏我的。都不是你起头的吗？没有啊，我真的起头了。你有两个头哎、欸。哎呦，没有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差一点点又哇哦了，哇哦，差点软了。我想我东西够了，可是我活化水晶碎片好像用完了。哎，我要去音乐家，干嘛？拿石头，偷石头。Costco。Costco， 我要去 Costco 采购。采购？你要采购石头吗？采熟头。采熟头。乐家。啊，你家里偷看一下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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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里面有多少啊？1700，你怎么那么少啊？哇！你拿多少啦？你拿多少还说一些技巧？然后本来我也想拿一些石头，你知道吗？想说嗯，好吧，拿，我去你家挖就好啦。啊，也对啦，我是没丝绸啦。去你家楼下挖，铺好了再把它挖掉。对。No。哎、欸，我做好终极精华了，太棒了！耶、yeah ，这么快哦？因为你那边又给很多啊，五组其实他。让我速度快很多。哦，今天提前浇水浇完喽。对啊，没有、啊。然后你那边还有那么多碎片，活化水晶碎片。有啊。好，我要去拿一些。对啦对啦，是团团教会我们的啦。都是团团的错。对，都是团团，都是团团。哎。嗯，我们才不会这样子，都是团团。一百。这里。哪里？看到不要吓到。哦，34个，好多哦！我先全部拿走。好啊。加喽。一弹16个，糖32个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谁啦？偷看系列。谁啦？直播都是8点吗？基本上，有时候会提早开。嗯。做一件事，做什么事？什么蛋糕做了吗？正要做啊，正要做蛋糕，还是有推荐做什么比较回比较多的？可是要简单一点，不要太难，懒得做，太难会无法思考。对，32，东西在哪？这是。Yeah, 我终于做出来了，终极铸魔水晶，使用次数无限。哦、oh. ，哇，这样我就不用再浪费水晶去喝这个东西了。嗯，还剩多少啊？你说哪个？活化水晶碎片。活化水晶碎片还有30几颗。哦、oh, ，用这么少？因为他只要4颗就好啦。哦、oh. ，因为我刚刚剩1颗而已。
团团没听到了，团团没听到了。怎么没什么到，没什么到。没听到了，没听到了。哦，是听哦。到原来是听哦，我以为是一。你想讲什么？你想讲什么？我以为是一开头的音。好好好，汤姆。什么东西？应该到还没到。哦。考试都会这样啊。团团没。为什么考试不到？这样不行哦。对啊。不行，开车，不行，开车。虽然每次老师都会讲什么阴道、味道的什么的，我都觉得没闻到这样子，没闻到，我听不懂。哎呦，我让你懂，来来来，我不想懂。要这个水晶干嘛？这个水晶就替代刚刚那个水晶啊，刚刚旧的水晶只能用250次啊，这个水晶可以用无限次啊。嘿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南瓜派，南瓜派加的应该也是加那个吧？因为我，哎，对，成分如果少了牛奶，南瓜派，哎，好哎，我等下我做做看好了，我要做南瓜了哎。嗯，接下来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高级的水壶，这样我就不用一直提水了。嘿，它可以直接浇水。就不用再转头提水了。南瓜派的材料不就南瓜、糖跟蛋，那加这种蛋白质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耶、欸。蛋白质，我觉得你这不行。怎么了？蛋白质怎么了？不是，蛋白质怎么了？蛋白质怎么了？啊？你想到哪里去了？讲一下嘛。哦，讲一下，分享一下。老师昨天说那个，要阴道要味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行，我觉得那个不行，讲不要，你们要看着自己来聊天室看。不行啊，我现在过去看也没有看到记录啦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你讲一下嘛。万一打在麦块的频道里面呢、啊？对啊。你复制起来，不然等一下那个跑掉。帮你斜线 W 嘛。就只有我们三个看得到，来。没事。哎呦，吊人家胃口。哎、他记这样不行啊。泥鳅，你让你们烫。你不会是蚯蚓啊？你不是泥鳅、哦，我才不是泥鳅嘞。哎呦，会有记录档吗？会啊。一次看两个人直播可以，两个人都同时看可以、欸。不对啊，你应该一次看三个人吧？一定是没有我。你怎么没有看繁星的？繁星虽然没有在 NONO， 可是他在 YT 开啊。好了，等一下说，其实不是可没看繁星，然后我就狂哭了。换你哭。来开个蛋糕世界，原本不懂，我一点就通了啊！什么东西一点就通了？点什么？就是没事。你点什么？你又都又没事了。你又不讲了。哦，这个人，哦，这个人又不讲了。开一个，没听懂表示那、欸、很正常。可是你没有讲，我根本就不能懂啊！对啊，没关系啦，不要懂比较好。南瓜？为什么？你长大你就懂了。啊！碎片。感谢雅思的六六六六六六。好啊，雅思他都有没有？好啊，他我的干爹。哎、欸，他。他会冲动哦，你小心哦。我的干爹很冲动的哦。对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别再过来啊，过来我以后不跟你打副本了。那你只好过来我这里了。叫什么？哦，没事，想起来了。
蓝瓶呢？蓝瓶嘛，蓝瓶，蓝色泽瓶，蓝瓶嘛，嗯，二三。我才不会说我们又玩了，对，嗯，蓝瓶嘛，嗯，嗯，贝尔在呢？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嗯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我们家干爹很冲动的哦，小心一点啊、对啊，哦！一小言不心合就哦。冲动，小心一点啊、为什么下载的降魂模组没有装备嗯，啊？啊。诶，我妈妈怎样呢？啊，我们玩的这个是整合包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你的降魂没有装备。啊，因为那个是扩充包，嘿，就是这样，嘿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是安呢，喵！嗯，我的入口真好看，嘿嘿。对，我要做新的浇水壶，这样子我就不用一直提水了，我就可以无限来了。这样不会黏黏的吧？浇水不是会黏黏的？我去你家浇看看，看会不会黏黏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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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想试看看嘛？我知道。黏黏的，感一谢菲二，亚斯，哇，亚斯一哇千个牛排啊！哇！你看，你害他冲动了，怎么你办？看你，不要乱冲动啊！你都使人冲动哎、欸、你。我应该做二阶的，我不应该做一阶的。哈哈哈哈！啊，可以直接做三阶、四阶哦。我应该做后面几阶的。那怎你么说，办？它可以升级吗？他不能升。哇，那只能扔掉，对不对？感谢牛排大餐。对对。好，我重开一下，我登出一下。好。没关系，我先用不用转头的浇水壶浇水好了。不用转头。因为旧的浇水壶要一直转头去浇提水啊，这个不用。蓝莓煎饼也不错，四种都可以补，真的假的？好，就除了肉以外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晚点看看怎么弄。可是不用浇，不用做，这个好烂哦，丢掉。它好烂哦，那为什么不能升级？能不能升级？哎，我丢到水里面，它就不见了。我纸做的哦，可是还可以装水这样子。红石矿，不见就算了。感谢两台陨月火箭。你看火箭，哦，不是两台，这一个是滑倒。不能升级啊！他怎么哦？丢出去马上被骆驼花捡回来，你干嘛乱丢？难怪不见对是不对是？对，骆驼花马上把它捡回来。我想说怎么不见了？原来被骆驼花捡回去了。当厨师之类的，不用吧？因为主要吃的东西，生啊，替换核欧美心，加加，下级核心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要进来哦、喔，杰瑞啦，说进来当厨师，我是无所谓啊。我是无所谓，可是其他人最主要是杰克那边是武器组啦。英雄，啊，你那小哥那边，这样子，有一个人帮忙付那个伺服器费，当然 OK。对啊，哎，哎 欸，不行吗？他是没更新的啊，可恶！更新到什么？我的头颅刷起来了，感谢牛排啊！一言不合就刷啦。所以哦，这个定16个啊，这好花碎片哦。好，我要去挖碎片了。什么碎片？活化吗？活化水晶，对啊。碎片不够了，顺便来去挖矿好了。哇，感谢阿慈，哇塞，你们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疯狂乱丢哎！你干嘛？你那边在刷礼物了？对，在刷礼物了。吼！妈，有牛排鱼啊！不好吗？很好，是很好的。只是等一下，我有点迷路了。哎，等我什么卡住了？是谁家？哦，云月家。哦，你你家就好远哦。
你怎么迷路到这边来了？感谢牛排啊！感谢感谢感谢！啊，我这边来刷滑倒是怎么回事啦？是都是要我摔下去啦？那繁星那边要刷什么？小起点？不用不用不用！我要下去挖矿啊！那你去我。哎、欸，那我再要付什么？一言不合就垄断牛排市场，全世界牛排都在我这。来来来来，怎么跑到有个滑倒了？我的，你是刷错地方了。对啊，这个先这样好。感谢牛排，啊、我也可以这样子、欸、不要刷滑倒，哎、欸，怎么有吐司啊？刷一刷着刷出一个吐司，什么？刚、啊、说蓝莓对不对？啊，蓝莓，因为我把地狱的路稍微修一下啊，到你家的，好，修，你修，你要修的怎么样？蓝莓，果酱三明治就跟 CC 一样，这个吗？哦，不会生怪的搬砖吗？啊、会生怪的。你为什么不用搅拌？不会生怪的，因为。因为这样半少一半截很不爽。哇，感谢雅思、哦、300块。哦，哇，雅思真是一言不合到处刷。我明明就没有怂恿啊。啊，通通有奖。哇，感谢感谢。在场通通有奖。这就是那个连坐法则。真的。哎、你们家。连带坐法。那我有吗？你怎么现在才？你提到钱就出现哦！天哪！出来这个人啊，好现实哦！你有没有玩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刚刚从医院回来哦。啊，你刚看错了，怀孕了。我靠，怀孕你们呢？哇！你去检查吗？没有啊，正几个月，所以流掉了吗？定期检查心脏啦。哦哦啊，宝宝心脏还好吗？对啊，还好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好像蛮简单的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心脏不好，宝宝心脏不好，那你要注意一点、欸。对啊，知道知道知道。快，盐加水加蛋，大麦。嗯。刚说松饼吗？哦，煎饼哦，不是煎饼。牛奶、面糊、苹果，你们说蓝莓什么东西？蓝莓煎饼吗？蓝莓松饼，感谢蓝品。啊，我一个转头怎么变牛排了？不是花、啊，150块，感谢感谢。好，无名休息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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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异国面糊要鸡蛋再加小。六六六，怎么杰克怀孕了？你要问他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讲的啊。他说的，嗯，我没有怀孕，还没怀孕，那是女方喽。哎呦，白痴，我被自己头吓到。哦、女方哦，我不会怀孕。杰克，你要不要你的头颅？什么头颅？你的头颅？我什么东西？你要不要你的头颅、啊？为什么会有我的头颅？你要不要？就问你一句话。好好，那你等我。好好，冲过去，飞过去，快，飞过去。等一下，我才刚关掉。意思吗？对。不然怎么会有你的头颅？哎、欸，哈基哈基。哎、欸。你等下铺完一条之后，我给你一个小东西。哦，有礼物哎、欸。为什么哈基哦？哈基哦。这是牛排。是验孕棒吗？你要验槽、哦？那我不要了。你需要验吗？我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哇，就是从后面测试的，有没有？是从后面测试吗？哦，不对吧？要怎么测试啊？哦，蓝莓煎饼只好也来一言不合啊！你是蓝莓煎饼吧？不是吧？还是借我 TP 一下。水晶不是在地狱，原本是在地狱跟中介才挖得到啊，但是我们已经强化那个了。我们的武器上面有，灵魂。在门口那边。对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你有玩过吗？没有，钻石手杖。这个
感谢超级留言。然后你像你已经铺成这样，然后你有看到你手上有半砖啊？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什么隐形的格子啊？然后对他点右键，来了。哦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我来了。你铺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？你铺那个路会比较快一点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？你说建筑帐吗？对啊，手帐。哦，建筑帐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？哦，我要去看。哦，我先研究一下，如果是这样子放的话。所以他怎么知道我要用哪一个方块？因为就是你要，就是上个放的方块是？不是不是，就是你要贴纸的位置啊，然后它是放一样的方块。嘿，所以是你手上要拿那个材质吗？还是它消耗那一久？不用拿着，你知道背包有。嗯，它会自动帮你判断，自动消耗。不开白痴哦。那个花好玩吗？好玩欸。欸，你不知道陶炉，走啊，去你家。哦，好。现在在做什么？你怎么打掉我陶炉？啊，我厉害啊。劈刀吗？对啊。劈刀可以劈到劈死玩家的头。哦，我刚刷了可开心的了。对啊。哇，感谢西瓜，20个西瓜，感谢感谢。啊。有掉吗？等下说，他没有头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没有头，那你还要把它生出来吗？哎，好，第二颗，好，两颗给你了。那我可以拿你的头吗？我刚刚才把宝石度弄满了，不要，好难刷哦。啊，等我后面料理弄完再刷，我再给你头。他们说蓝莓尖，所以我这种刀也可以吗？你的只有两20趴欸，的那个你的劈刀下面斩首应该是2吧？斩首2啊？对啊，你要不要看我这把？我斩首 X 为什么？死啊？没有，我练起来的啊。是大师等级才会这样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那一把，哎呦，他什么吸到我身上？走开！你上满了是不是？我知道满了，哇！过来，再跟走，我不喜欢，啤酒走开啊！我要看到有那个哎，实力等级3，好还我。我来跟你讲他用怎么做的，就一般，只是我用了纸，可以多一次。怎么叫多一次？纸啊，纸的强化。嗯哼，纸的工具有多一次效果，所以我其实这应该是等级8而已，等级7而已，等级7而已，然后再加那个纸，就是可以8次，所以全部就用安德加黑曜石获得100%。安德加黑曜石获得100%，谢礼物。中介珍珠加黑曜石获得那个斩首的效果。等下我看一下，好，你慢慢看。怎么把 skin 换回来了？我就以为说我头颅放下去就会是小只的我，结果没有啊。就是同时要有这两个才会有斩首效果。对，两个要放上去，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斩首。嗯，这样快多了。那有些后面有些材料4-5个要放那么多。哪一个？你跟我讲一下。叫什么爆破啊？爆破就是 TNT 要3个啊。嗯，因为我看到后面有一个叫刻印。刻印就是史莱姆水晶加一个材料，然后加一个金砖。嗯。啊，刻印可以干嘛？增加一个强化效果啊。嗯。多一个插草的样子吗？还是？对。哦。那可以跟可以做个。应该是吧，我看到刻印效果不一样，都要用什么？不，铭刻啦。嗯，对啊，这是刻印。他写不需要强化空间呢、欸。
工具箱获得。哇，哦，应该是那个啦，就是，像有些部件不是会有什么其他效果，嗯，然后用刻印的方式，就是不会耗那个强化次数，感觉是拿那个工具在叠在上面啦，叠在上面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的效果会直接叠，那可以一直用吗？我不知道，可以试试，这样恐怖哎、欸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一把神剑啊，就是什么效果都有吗？对啊，那也太强了吧！那材料也才史莱姆、蓝色史莱姆、史莱姆跟龙岩史莱姆的水晶而已，水晶啊、加金砖。对啊，刚刚那个很可爱，我知道很可爱啊，谢谢，我知道我很可爱。我的眼睛嘞，阿静，你为什么要咳啊？我刚是真的咳嗽，我不是那个的意思，我是真的咳嗽。我以为你刚刚是那个意思。你是不是嫌你的头不够多啊？没有。这是谁家？看一下。哇，你种那么大量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家里？对啊，没有，你看这个箱子啊，这个箱子。哦，怎么了？对称，懂不懂对称啊？哦，谁呀、啊？我重点就用出。异态史莱姆，异态的紫色史莱姆也太难拿到了啊，只能去空岛捞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这边捞了一堆啊。那谁家啊、哦？小雨。那等有人安家抽到骑士的，我再过来捞好了。嗯，那边捞了快100桶。也捞太多桶了吧？被他垄断了。哇，垄断市场。哎、欸，蒲公英长这样哦、喔，有薰衣草，我要带回去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说的那个中介珍珠是这个吗？我们中介珍珠，等一下啦！我握银百合种子，对啊，你就种下去啊！我拿到一个，薰衣草被我打坏了，没了！哇哇，拿那个用捡的！哇，你怎么没阻止我？我没有注意听，我在说，我在挖矿。怎么了？聊天室怎么了？我刚刚都可以看到。你现在没打干净啊？说寒假怎么了？我按到退后了。我、啊、这边还克。哎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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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在这边打架，不要打架，去练武士打。太小。请问杰克在哪边开台？他没有开哦。我今天没开，我今天没开。太小。啊，超方便嘞、欸！这个真的是在市里够方便的。什么？所以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怎么铺路？就是，要不我再做一把给你。不、然你跟我讲效果啊。它就是你先前面铺一条，然后在它那个右边点一下，它第二条就出来了。哦，就不用屈服的蹲着从旁边铺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比那个更方便。你像假如这样一条好了，嗯，啊，你可以拿着手杖，然后像这样，你想要一直往后点嘛，叠，一直右进就好。你像这样点嘛，叠之后。你脚要旁边扩宽，嗯，这样子。你总是拿那个材质来当，没关系啊。你总是拿历史来教学示范，它不是滑下去了吗？我就示范一下嘛，就是这样子的效果。你说扩宽，哎、欸，我没看到。等一下，你旁边有扩宽哦。哎，拍谁？那个画面没看到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来。我可爱白棋玩，你可以一次叠五个出来啊！我可爱玩，它只能叠不能覆盖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覆盖？像如你不能把这个草地也变成历史，对不对？草地变成历史，变成代替这个方块，对啊，就替换，要挖掉哦。它就是帮你放东西而已啦。等一下，你这个问题刚刚不是已经有人问，已经回答过你了，你还要问几次啦？杰克的惨餐，你要吗？就给你。要什么？哦，我看到结构了。这地狱种花。地狱种花？嗯，不知道谁在地狱种花。嗯？啊？哦，这么好做哦。嗯，很便宜。很便宜。那我拿你的便宜东西走。拿什么？钻石。很便宜。嗯。一颗钻石啊，我需要再用。嗯。这谁家看一下？
谁家？为什么我受伤了？啊，繁星家受伤了。